大家好，我是廖瑞英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。今天我要先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话本。什么是话本？所谓的话本，就是说书人在说故事的时候所用的故事底本。根据《玉氏名言》的叙说，南宋的供奉局有说话人，相当于近是所谓说书这一类的人。 所以，所谓的话本，实际上就是说书人的故事底稿。我国的说话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有了。例如，在郭时的《高力士外传》记载，唐玄宗退位给肃宗以后，在兴庆宫里面闷闷不乐，高力士就跟他说了一些故事，希望能够让皇帝的心情高兴一些。可见，说话这一种技艺在唐代就已经流入宫廷了。 中唐的元稹也说，他曾经在新昌才听说书人讲《一枝花》的故事，而且从一大早的五点一直讲到快要中午的十一点，故事都还没有讲完毕。《一枝花》话是在说一个读书人和娼妓的恋爱故事，这个故事竟然从寅时讲到巳时，都还没有讲完。 可见故事的内容一定是极尽争实铺演之能事。从这里也可以知道，当时候的说话艺术已经是十分的生动细腻了。后来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就根据这个民间流传的一枝花话，改写成唐代的传奇小说《李娲传》。而晚唐的李商隐有一首《娇儿诗》，诗中有一句。 或虐张飞虎，或笑邓艾痴。这句诗提到了蜀汉和曹魏的名将张飞跟邓艾，说明了在那个时候的民间已经有讲说三国故事的说话了。到了宋代，说话是从民间艺人的手里创造、发展、提高起来的。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为了文学。 而是出于为了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关系。宋代的历史虽然是和从开始到最后，始终和外患联系在一起，但是除了靖康建炎年间宋室仓促的难度之外，北宋时代从宋仁宗到宋徽宗，和南宋绍宗的乾道淳熙年间，以及之后的偏安局面。 因为工商业发展，社会富庶，使得都市的繁荣，造成了君王、贵族以及市井小民都沉溺在追求享乐的生活之中。苏东坡在《东坡志林》里面就记载说，街道巷弄里有一些小孩子，顽皮的让人家经常头痛厌恶，于是就给他们一些钱，叫他们坐着听说三国的故事。 当三国的故事，他们听到了刘玄德战败的时候，就皱着眉头，忧愁地流下泪来；但是一听到曹操被打败，就高兴地拍手叫好。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序也叙述了宋徽宗的时候的社会盛况。他说：“太平盛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京城里人口密集。” 社会经济繁荣发达，小孩子只知道玩耍，老人没有经历过战争，可以观想到节日的时候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欢庆景象，例如像七夕的乞巧，或者是重九的登高。放眼望去，到处是苍楼酒馆、瓦舍勾栏这些游戏的场所，奇特精湛的技艺表演，让人的耳目一新。 奢侈享受的生活使人的精神为之放松。另外，我们从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也同样可以看到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，也就是杭州城两地繁荣欢乐的景象。经济的繁荣发达会促使娱乐事业，像傀儡戏、影戏、珠宫调、转踏、队伍等等。 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兴起，而且盛况空前，尤其是说话，更是风靡宋朝社会的上下阶层，不只是民间爱好，成为最热门的娱乐之一，而且还被列为两宋宫廷的娱乐项目。有一批人就是以说话为营生的职业，说话人彼此之间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，而为了要迎合听众。 压倒同业，都是运用了巧妙的构思，编撰话本。这种情况造成了两宋话本的兴盛。根据官员奈德翁《都城纪胜》的记载，两宋的时候从事说话这种工作的人很多，他们因为彼此擅长的故事或者表现方法的不同，有像烟粉、灵怪、传奇这一类的小说，又叫做银子。 因为在说唱的时候，用银字声或者是银字臂力这种乐器来伴奏，这种乐器吹奏的时候，声音是哀艳动人，或者是讲说绿林英雄好汉、团刀、赶棒、发机、变态、释麻、筋骨的故事，这一类的内容最丰富多彩。还有说经，是演说佛经当中的故事。 或者是宾族参禅悟道的宗教故事，这是承袭自唐代的变文这一脉。另外也有讲史，讲说前代书史文传，或者是讲述历史的兴亡和战争的故事，以及原出于胡越的和声等等。 在这些类别当中呢，尤其以小说和讲史这两类最受到宫廷的贵族或者是市井小民的喜爱。说话的技艺注重的是诗词的运用，这是受到了唐人的影响。而说话的人要靠口才，有的时候还要歌唱。宋代话本的结构呢，有四大特色。首先呢，是以诗或者是词起头。 也以诗或者是词结束，在故事进行当中呢，说话人经常以正式“正是确是，有诗为证，或者是有词为证”这几句话，让情节暂停，唱几句诗或者是词，然后再讲唱下去。话本之所以称为诗话或者是词话，也就是有诗有话，有词有话的意思。第二。 说话人在定场诗之后，真正的故事之前，常会插入一段入话。这是因为说话人在听众还没有聚集的时候，既不便言归正传，又不能够让先到的听众枯坐等待，所以先讲一段和正文相关的故事或者是闲话，等听众的人数较多的时候，再转入正文。入话有长有短。 主要看说话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。第三，说话人还可以随时的打断故事，加入一段议论。就算是故事正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宋代的话本又称作评话，也就是有评有话。说话人跳出故事。 说出他的评论之后，再以闲话休题，这么样的一句话，言归正传。当我们在听或者是看一个精彩故事的时候，通常都希望能够一气呵成，不喜欢被打断。但是宋代的话本，说话人经常在故事的紧要关头，或者是最精彩的地方打住，留待下回再讲。这是宋代说话的第四个特色。 长篇的话本固然是需要分章分回的说讲，但就算是短篇的故事也是一样。这是因为说话人以讲说故事为职业谋生，为了生意的利益着想，用这种方法当然最能够吸引长期的听众顾客。可见那些说书人是具有高明的生意头脑。 明清时代章回小说里的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就是源自于这里。空中大讲堂，我们下回见。各位同学，从前面单元的介绍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话本的一些知识。接下来的第十七讲次，我们要讲述的主题就聚焦在把宋代以来的话本加以整理、收集，再加上自己的创作，编写了《遇事名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这三本书，总称为“三言”的明朝晚年通俗大师冯梦龙这个人的身上。 以下我将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说明：第一，冯梦龙的生平际遇；第二，冯梦龙的从政德政。冯梦龙的字叫做游龙，另一个字叫做子游，他的别号有很多，例如姑苏慈奴、钱州著食、故曲散人、绿天馆主人等等，因为他居住的地方叫做墨汉斋。 所以又号叫做墨憨子，他出生在名门世家，从小就聪慧灵俐，在严格而有系统的教育之下，他饱读诗书，熟记经文，还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功夫。他们冯家兄弟三人都是才情之士，并称为“吴下三冯”。冯梦龙希望能够透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的路。 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为社稷民生做出一番事业。可是他好几次的参加科考，却都名落孙山，所以抑郁不得志。他所生长的苏州，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各式各样的人在这个地方南来北往，为当地带来了一些新潮的思想观念，所以。 当地文士的言行举止和内陆人的循规蹈矩就有所不同。例如像祝允明、唐伯虎这些人，他们虽然都很有才情，却是放纵任性、不加检点，行为不受礼仪教化的约束。风流倜傥的冯梦龙在青年时期也时常逍遥艳野场，游戏烟花里。 在他的早年著作像《像挂枝而离》，冯梦龙就毫不掩饰地记述了他侠游妓院和青楼妓女交往的情况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思维敏捷的才子，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创作了大量的散曲诗文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举凡像排经、酒令，无所不通。 但是，其实冯梦龙和色艺双全的妓女来往，彼此是有着共同艺术追求目的的存在的。这和一般读书人侠妓游乐并不完全相同。他的《挂枝儿》三《山歌里有不少的篇章呢，就是源自于这些妓女之口。冯梦龙以数十年研读经学的经历，写成了《临津子月》《春秋横酷》。 等经学的著奏，这对春秋的解经和传述方面可以说是贡献良多。当他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备用书一出版，就人人称赞，甚至许多人读了他的书，考上了举人、进士，可是他却老是落在榜外，仍然只是一个穷秀才。 他好几次受到的挫折跟打击了之后，心中的郁闷之情就化为愤世嫉俗的情绪。他笑人世间的功名富贵、道德都是虚假的，甚至就连子孙眷属、山河大地都是幻化的泡影。他用笑声来否定社会现实的丑陋，可见他心灰意冷的情怀。 而就在这青壮年的时期，冯梦龙不仅广泛的阅读了李卓吾的著作，李卓吾就是理智，而且冯梦龙他还虔诚的接受了李卓吾的思想。但是这个李卓吾在明朝末年呢，是一个叛逆性的人物，他否定孔子、孟子，蔑视六经，指责说这些都是假道学、骗人的罪恶来源。 他赞美汉代的卓文君能够大胆的追求婚姻自主，勇敢的私奔司马相如，这些言论在当时候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思想。但是他犀利的批评作风对冯梦龙的思想影响却极为深远。冯梦龙在《广孝府序》里写说：“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，你絮叨叨的说什么道学文章。” 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。冯梦龙这般出言不逊的话语，激进的程度比起李卓吾来毫不逊色。李卓吾提出“童心说”的文学主张，他认为天下最好的文章应该是出自于真情实感的流露，主张世上最优秀的作品就是像小说、戏曲这一类的通俗文学。 冯梦龙在文学方面呢，也受到了李卓吾深刻的影响。他全力的收集、整理了民歌，增补、改定了章回小说，像《新平妖传》、《忠义水浒传》，重新写了《新列国志》，评改传奇有数十种，还创作了《双雄记》《万世竹这两种传奇。而在他所编撰中， 评改的著作里面还大量的引述了李卓吾的言论，并且大多是做出了肯定的评价。清楚的可以看到，在思想跟文学上都受到李卓吾的影响。冯梦龙一直到五十七岁的时候才中科举的副榜，补为贡生。在担任丹徒县训导的时候呢，因为工作出色。 被朝廷提升为寿陵的知县，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花甲老翁，离开繁华富庶的苏州城市，毫不犹豫地答应到深山边陲的地方去当个贫穷小县的知县，可以看出他对功名的渴望，以及地球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强烈心态。到偏远穷苦的山区小县去做官。 很难有显著的政绩传达给皇帝知道，当然也就很难有升迁的机会。但是冯梦龙仍然是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。才刚上任，他就走遍了大村小巷，访问父老，收集译文。当他对地方的民情寥落指掌之后，率先的捐助薪水，重建城楼，修复城墙。 防范侵犯的倭寇或者是盗匪，让老百姓开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他还听说山村里面花斑蝠经常的出没，又捐出了钱制造了几个捕捉老虎的警察，为民除害。他还和一些热心教育的同僚一起筹措经费，整修学校，并且扩大规模。 对于在寿林任教的老师呢，冯梦龙更是格外的珍惜人才。除了礼敬有加之外，他还常以自己少量的俸银接济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安心教育、认真工作。当时寿林的民风重男轻女，民间的老百姓如果生了一个女儿，大多不肯收养，甚至就把他们立刻淹死，抛弃在路边。 冯梦龙为了开化这样子的民风，严禁溺杀女婴的陋习，亲自用白话文写成了通俗明了的《禁逆女告示》，发布说：“为父者，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妻从何而来？为母者，你想，若不收女，你身从何而活？如今好善的百姓，畜生还怕杀害。” 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，你心何安？今后各方各保，但有生女不肯收养、欲行烟杀或者是抛弃者，许两邻举手，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，加号一月。因为措施雷厉风行，寿宁县逆时丢弃女婴的恶习呢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我们想想。 在三四百年前，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，一个县官能够勇于出面抵制这种恶劣的习俗，发布这样子的告示，为妇女争取生存的权益，这真是难能可贵呀、啊！寿宁县的百姓还有一项负担沉重的赋役，那就是当朝廷为了要征收赋税，每十年就要审丁查户。 编造户口名簿，这时候一些不孝的承办人员就会借着事情繁杂、费用庞大的机会呢，敲诈勒索，赋税沉重跟不公的结果，就造成了村落的百姓大量的逃离家园。 而新就任官员送往迎来的交际应酬，或者是他们乘坐轿子，甚至修理衙门等等名目杂多的费用，老百姓也被要求要分摊负担。这些做事的人往往趁机搜刮，以少报多。贫穷的老百姓就算是把妻子典当了，把儿子卖到卖掉了，都还没有办法清偿债务。 冯梦龙亲眼看到了这些弊端毛病，就上奏章给朝廷，条例建议用简便的方法去制造黄册，并且规定，除了迎新送旧的费用之外，不可以再向老百姓索取一毛钱。他有一首催征诗，诗里叹息自己没有办法让老天降下粮食，也无法阻止官员去拍打老百姓的房门。 执行催税的任务，但是看到当地的人们没有米下锅，还得割下还没有成熟的稻子去缴交国家规定的赋税钱粮，失去儿子的老人无法养活孙子，只好忍痛的把他们卖掉的窘境，他只能够面对那些无言的上天，祈祷盼望不要有战争发生。 皇帝也能够垂怜这一些贫苦的百姓。这首诗里呢，真实的反映了赋税带给贫穷地方百姓的苦难，同时也表达出自己作为一名知县无无奈催征的痛苦心情。冯梦龙在四年寿陵知县的任内，留下了政治清廉、刑罚公正、亲民、注重文学教化、用恩惠对待百姓。 以礼义对待读书人的美名，所以《福临府志》和《寿宁县志》都把它列在循吏传中。我们从相关的文献所记载的资料看来，冯梦龙确实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凉官吏。明世宗崇祯十一年，冯梦龙担任了寿宁县的知县任期届满。 当他回乡的时候，虽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，但仍然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创作小说、整理评点、改定戏曲的工作。崇祯十七年，岁次甲申，三月的时候，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，建立了大顺政权。崇祯皇帝被迫在煤山上上吊自杀。冯梦龙突然间觉得天崩地裂。 没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他悲愤的情绪。到了四月，吴三桂领清兵入关，李自成兵败，撤出北京。之后，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兵进入北京。十多天之后，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，这就是南明皇帝。冯梦龙密切的关注时局的变化发展。 抱着古稀之灵，虽然无法上战场杀敌，但决心要用手上的笔为抗清复明而呐喊助威。于是，他就编撰了《甲申记事》，记录甲申之变的时候的一些战事，又收集了南明官吏的各种奏疏、策论。他呼吁君臣、官兵要齐力协力，共赴国难。 中心大明，洪光元年，冯梦龙刊行鼓励抗清的最后一本书，叫做《中心伟略》，再三的强调要复国学耻，甚至还风尘仆仆的亲自远到绍兴、台州等地，为反清复明的联系奔走。清人入关之后，冯梦龙的主要著作就经常遭受到烧毁。清世祖顺治三年的春天。 冯梦龙忧愤而死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冯梦龙是被清兵杀害的。冯梦龙有诗集叫做《七月斋稿》，清代的朱彝尊却批评说，冯梦龙只是擅长说让人发笑的话，当中加入一些嘲弄打油的语调，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诗人，言下之意有鄙视指责的意思。 但所谓的起言之词、打油之调，不正就是通俗文学的特色吗？来到了本讲次的尾声，课后想想的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通俗文学有没有教化的作用？同学们想想，如果把通俗文学用在政令宣导上。 比起《正经八百》的公文书，它能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？我们从前面单元对冯梦龙的介绍，知道他是晚明时代一位致力以社会通俗的语言、轻松的笔调创作文学的伟大作家。在《古今小说》的序中，他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使胆小的人变得勇敢。 让行为淫荡的人变得贞洁，使性情刻薄的人变得敦厚，愚昧迟钝的人惭愧的流下汗来。就算是每天读《孝经》或者是《论语》，那种感人的程度啊，都没有像通俗文学那么样子的快速而且深入呢。他收集李向平民的山歌，也是想要借由男女的真感情，揭发明教的虚伪。 所以，当他担任寿宁县知县的时候，就充分发挥了通俗小说家的才华，借一个幸存的逆音口吻，写了一首《月光光》的民歌：“月光光照四方，照遍人间爹和娘。只愿生男莫生女，生女变出恶心肠。爹绿养女有恩报，娘愁养女有衣穿。” 爹呀爹，娘呀娘，如何不思量？生机生全且喜欢，为何生女独虎狼？劝爹爹，劝娘娘，逆女不如弃路旁，留得性命恩还在，纵然贫贱也无妨。我信爹娘收去养，今宵月光光。 用浅白的口语创作更利于传唱，佐助教化。通俗的故事能不能够有教化人心的功用？现今我们能够朗朗上口的名言，其实很多都是出自于冯梦龙的手笔。例如，他把宋元明以来的话本精心的加以整理创作而成的《三言》里面呢，就有许多名言佳句。 像是《醒世恒言》里有这么样的一句：“事不善事终有悔，能忍白忍自无忧。”或者是《遇事名言》中的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”还有像《警世通言》里的：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 或者是《东周列国志》的“识时物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”等等，这些文具都是非常富有激励人心，或者是警惕世人的意味。所以，通俗文学作品当然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。国文二的第十七讲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